有一个人说，当一个男人见到一个女人的时候，突然他的心跳加快了，脸开始红起来了，可能爱情就来了；当一个女人见到男人的时候，突然也是心跳加快了，脸也红起来了，可能爱情就来了。那只是一种邂逅嘛，他总得往前走才是真的爱情，否则永远就是邂逅。如果连这个感觉都没有的话，就不要谈爱情。 好不好？好，你们怎么决定是你们自己的事情，加油吧，年轻人，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我感觉在一起真的，虽然时间不长，我也没有在你身边陪你，但是发自我内心的，我还是特别想和你在一起。既然走到了这里，我就想对你说一句话，无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。 我都会尊重你，谢谢。其实我承认老师说的对，是我不敢往爱情里面迈一步。我现在把事业看得太重，我也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。毕竟在广州，你确实是无依无靠，我不想你这么苦这么累。我也希望你会幸福。 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啊，谢谢啊。你开门。